上实在是太塞了，我从中间开始拍。甜心，力气很大，哈哈哈。
先过海。冲到最前面，前面他那个前导车很强哦，我刚好看到，很酷啊！哦，看人群都围观起来就知道有精彩的了。前面装台上架车，前面装长山架车。这两个李正有没有很面熟啊？超霸气的啦！住山顶坡，水塞欸，整罐吃下去，哈哈，醉了醉了。炮战啊！前面那几发应该很好看哦！太突然，太突然了！调色盘，喜欢调色盘的。
哇，这个简家这个我从一大早哦就跑去假仙哦去等他们哦。哎嗨，哎，绿道认识。好，从早上我要假仙去等他们。啊，好贵哦，掏钱包就这样了，掏钱包就这样了。谢谢谢谢。等一下，前面怕太多了，先不要收工，太多了，太壮观了。看不太到镜头。哦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这样。想输，厉害啊！拜拜。